刚刚我们说要讲这个有关于 Google 相簿，然后呢，假设这个封面页我想要换别张，好，那点上去，一般来讲应该在点上去的，在分享旁边的三个点点，这里应该要有，但是现在看一下我们其他人的 Android 的版本，好像都没有，好，那 Apple 的版本反而有 ，Apple 的版本。在我就说哈，就是在进到相簿以后，就是进到相簿以后的分享的旁边三个点点 ，Apple 有，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Google 那什么 Android 突然没有了，但是有机会各位回到家里的电脑。家里的电脑，你只要登入 Gmail 账号之后的旁边九宫格选相片，一样就会回到我们的 Google 相簿来了。然后 Google 相簿呢，请你选相簿，然后你相簿就可以找到你的刚才做的那个相簿，点进去，然后你一样在分享的旁边三个点点有设定相簿封面。那你就可以找，哎，我是哪一张要当封面？那假设呢，我想有这个几乎快有全家福的，好、哦，这个24689啊，我是拍照者，我没进去，好，不要，好，这里24689，哎，我又是拍照者，246啊，这个有了，这个十个人了，12345678910，因为这是请那个 waiter 帮我们拍的。假设你觉得这个很具有代表性，我就选这一张，然后按完成，然后退回去看一下这一张，啊，哎，不是这一张，这个2016日本自由行，就是这一张，可以吗？好，这个就改过了。好，所以你今天封面页再讲一次哈，如果现在你 Android 没有，那就只好回家，你用电脑版的来弄。那如果是 Apple 的，请你相簿里面之后，你点入相簿以后，右上角的三个点点，选设定相簿封面，可以吗？然后找到你喜欢的。好，那当然呢，我想说，好吧，那我还是我们家三个人的好了。虽然我们家四个人没有同时照，那假设我要选这三个人的，打勾勾，完成，然后再退回去。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的封面页就换了，可以吗？好，所以如果现在可以换的，请你换一下。我们接下来等一下再继续下一个动作。